倩倩，我好想你。流氓。姓名江倩，年龄20岁，分数95，评价为他花钱可获得万倍返还奖励。倩倩你终于出现了。倩倩我好想你。流氓。倩倩我侯天宇啊。侯天宇谁啊，不认识。我去，现实中江倩居然不认识我。也对，他堂堂第一校花怎么会认识我这种无名之辈呢？看来梦里的我一直都在臆想而已。赖哥，那女的好正点。不错不错，华海大学果然盛产美女啊，此等极品我吴少岂能放过。走。美女想去哪呀？要不要哥哥陪你一起啊？你们想干嘛，快让开。小爷我就不让。无赖。原来你早就在注意我了，不然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呢？小爷我就是无奈，口天无耐力的耐。无耻。美女你叫我。我叫无耻，口天无牙齿的齿。哎呦我的妈。无聊。无聊这个名字好，不如以后我们的儿子就叫无聊吧。滚开。哟还挺辣，我喜欢，开个价吧，也有的是钱。人渣。我的鼻子，这可是我花了88000做的鼻子啊。88000这么贵的吗？你个臭女人竟敢打老子。啊痛痛痛，你小子属牛的怎么这么大力气，快放手。信不信我捏碎了你，还不快滚。哼，想英雄就美，那有种你替他赔钱啊。你看我那英俊潇洒的鼻子就是这臭女人给打歪的。想不到你看起来人畜无害的，出手居然这么彪悍啊。说吧，赔你多少钱？10万。你刚才不是说88000吗？88000只是手术费而已，不要营养费、误工费、往返机票什么的吗？行行行，10万就10万，你的码。我的码？你小子居然骂我。大哥，我说的是二维码。哦，不好意思啊。您已到账10万元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用不着你替我出钱。哎，10万块啊，我一年的生活费啊，接下来要吃土了。这回赚大发了，拜拜了兄弟。温馨提示，宿主为江倩花钱失败，第一次失败本系统给予警告，如果一日之内连续失败3次，将由万倍奖励改为10万倍处罚，此次消费失败10万元，失败后将处罚100亿元。不奖励也就算了，居然还给这么重的处罚，那我干脆不为他花钱不就完了。不行，只要出现花钱目标必须执行花钱任务，否则将取消宿主的奖励资格。这么狠，我才不要一夜回到解放前呢，看来只能硬着头皮上了。侯天宇是吧，刚才谢谢你替我解围，再见江大美女。要不是我及时赶到，你可就真挨大嘴巴子了。你现在安然无恙，怎么说你也得好好感谢我吧。那你想怎样？起码得请我吃顿饭吧，你看这旁边就是华海大酒店，我们去那吃吧。什么？你要去华海大酒店？那里消费有多高他不会不知道吧？这家伙还真是一点都不客气啊，我卡里可就剩下几百块钱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怎么，是不是钱不够？那要不我请你吃，我不差钱。谁说本姑娘钱不够了，去就去，走。炸！天，这里最便宜的青菜都要98一盘，也太贵了吧。服务员，把你们店的招牌菜都上一份。嘿嘿，多点几个贵的，他没钱就只能我买单了。你闭嘴。不好意思啊，他开玩笑的，给我来一份什锦白菜卷和一份白玉莲藕吧。好的，两位请稍等。江大美女，请我吃饭就点两个素菜，你好意思吗？你在逼逼叨叨，连青菜都不给你吃。你是不是没钱了？你没钱我有啊，我可以请你啊。用不着。两位请慢用，你先吃吧，我去下洗手间。好的好的，你慢慢的，不着急啊。服务员买单。先生您好，您这桌一共消费258。好的，收款码，快快快。收款成功，您已到账258元。恭喜宿主为江倩花258元，获得万倍返还奖励258万元。耶！终于消费成功了。你干嘛？居然趁我不在偷偷买单，瞧不起我是吧？收款成功，您已到账258元。服务员，赶紧把钱退给他。好的，小姐。退款成功，消费被退回，取消万倍返还奖励258万元。宿主以第二次为江倩花钱失败，累计消费失败10万0258元，若第3次再失败，将受到10万倍处罚1亿2580万元。太
太可怕了，我的女神，求求你快给我个机会，让我为你花点钱吧，哪怕一块钱也行啊。